Hey everybody, it's Chris from Asian Boss. Did you know that China and Pakistan are allies that share a strong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tie? Pakistan recently announced a multi-billion dollar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ject with China, which will focus on eliminating poverty in Pakistan. In our previous video, we conducted a straight interview on what Chinese people think of India. So this time, we thought it'd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y feel about Pakistan. So our Asian Boss reporters hit the streets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to find out. 说到巴基斯坦，你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亚洲，穆斯林，然后还有跟中国关系挺好的，然后还有跟印度有一些纷争。首先想到的就是巴铁嘛，跟中国关系其实很好的。然后其实我们也，在上个世纪给了他们很多援助嘛，然后他们那边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还是，比较友好和友善的。中巴友谊嘛，四川地震的时候，巴西不是送回来帐篷嘛，那个是还比较感动的。那您觉得中国人对于巴基斯坦有没有一些什么刻板印象？可能觉得经济不是很发达吧。经济不是很发达。嗯，皮肤上可能比较 OK 一点，然后性格会比较开朗一点吧。然后，有他们自己很独特的宗教理念，然后是第一印象，也比较刻板吧，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生活质量可能不是很高，然后整个国家的环境。包括他们的就业、生存，还有医疗方面的条件都不是很好。因为我们中国虽然也算是第三世界，但是我们整体已经慢慢上去了，经济实力已经上来了。但是巴基斯坦还是和印度差不多，还是盖着类似贫穷的帽子嘛。嗯，整体那种贫穷的刻板印象还是会有。相比印度的话，中国和巴基斯坦其实战略合作关系更为密切嘛，更加亲近一些。那么其实许多外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你对于这点感到惊讶吗？您是说外国人不知道这一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惊讶吧。我觉得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很多民众，其实他对于整个这个地区的人的属性，包括国家的属性，其实辨别的不是特别清楚。包括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对于西亚的这部分国家的历史啊，包括社会环境了解的也不是特别清晰。我不是很惊讶吧，因为一个外国人也不会了解一个其他国家跟另一个国家的邦交，除非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然后，就巴基斯坦可能在国际上地位并没有像那些非常非常的这种熟知或出名之类的，感觉也不是特别惊讶。比较的惊讶，因为中印发生过战争，这个边境战争应该是全世界都知道吧。然后中国跟巴基斯坦关系一直还算挺好的，没有过什么大规模的冲突，然后一带一路也是延伸到那边的贸易往来，应该也是挺密切的。您在现实生活中见过巴基斯坦人吗？没有。没有。嗯，那您觉得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跟在电视上或者新闻上看的差不多吧，友好。基本上见不到，咱在这边基本上见不到，就算能见到，也不一定知道，也不一定认识他是巴基斯坦人。对，印象里边，他用那种白色的长袍套头上，哎，就这样。我们的印象就是我们的。对，见过。他们是什么样的？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话和，普通的就是中亚或者西亚的那些穆斯林群体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对于宗教比较虔诚，然后可能就是会以任何决定都以宗教至上的原则来处理。另外的话，一个的话可能就是因为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对于外面的世界呢还是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我觉得也没有就是想要去适应外面的世界，而是永远都活在自己的那套教条主义里面。我在泰国遇到过一些事情，就是巴基斯坦人，当然我不知道他是巴基斯坦人还是印度人还是怎么样，看不太出来其实。但是呢，我就会觉得至少他们是以巴基斯坦人身份在面对我们的时候，就会仗着说你们就给我们巴基斯坦，中国给巴基斯坦很多的帮助也好或怎么样，那么我们人民之间的就是群众和群众之间的沟通和交往也必须是你得帮着我，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不太喜欢的。就是我们在他们店里吃饭，然后他会说你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巴基斯坦人，你们一直很帮助我们，很爱护我们，那你这个价格怎么样的，就是开高价，然后卖一个根本就不，比如一只值10块钱，他要卖100块钱。你自己去过巴基斯坦吗？没有。
那想过去那边旅游吗？旅游的话，我还真没想，还暂时还没怎么想过。可能虽然他们那边治安很好，但是我们的潜意识里边总是觉得那边很乱，所以我们目前没有这个感觉。哦，对，幻想过去那边旅游是那边看一下，因为那边，也看过一些 vlog， 就是关于他们去巴基斯坦旅游，然后那边的人民还有那边的一些城市非常的现代化了已经，然后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小吃。你觉得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有什么相似点或者不同点吗？中国人一看就是那种亚洲脸，然后巴基斯坦人就是五官比较立体。不同地方信的有可能信的宗教和我们不太一样，再加上他们饮食习俗可能和我们不一样，对，是都有各个国家的文化。对，最重要的一点是恐怕就是信仰吧，他们是全民伊斯兰教，我们全民信仰，没什么信仰。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巴基斯坦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作为中国公民你有相似的认知吗？没有，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恐怖主义的话它还是产生于那个穆斯林的那些极端分子，极端宗教分子，但于对于大部分的那个普通老百姓来说，我觉得他们不会是那个。你认为他们这种认知来源于哪？我觉得来源于可能之前几次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躲过，就有过藏匿的记录，然后美国也好几次去抓过他们，可能是来源于这种消息吧。我觉得是来源于偏见与不了解，然后以及西方媒体啊、西方政府所一直就是灌输的思想吧。是怎样的思想呢？怎样的思想就是非我族类的话，那肯定就是危险分子。对，更现在近的应该是911吧，911之后，然后西方对这个阿富汗，包括这巴基斯坦这几个国家的这个恐怖恐怖分子或者这个定义或者是认识或打击比较多。那么中国媒体是如何描绘巴基斯坦的呢？你们在新闻上看到巴基斯坦是什么样的？比较人可能比较好，但是我感觉国家还是比较动荡的吧。就是战争，然后比较。中国媒体的话，因为中国媒体没有自由的那个发言权，所以说基本上政府怎样宣传的话，那政府层面的灌输的思想的话，那也是媒体向群众传达的，就很容易影响到。就是那中国政府宣传的巴铁的话，那媒体也跟着宣传巴铁，特别多的正面描述。一旦就是描述到巴基斯坦，一般都是我们国家和他们国家进行了很多很友好的双边外交的互动，然后也促成了很多的外贸协议，然后也援助他们去帮他们修建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建筑物，然后也欢迎他们过来，比如我们学校也欢迎他们来我们学校进行一个留学交流。你对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近期紧张局面有什么看法？还是和平第一吧，毕竟如果战争的话，两边肯定都是不想看到的。希望能和平解决。觉得这是他们两个政府之间的层面，因为我所知道的和我也和巴基斯坦人聊过，他们其实是政府层面的紧张关系并不影响他们群众就是老百姓之间的那个这个，所以说我觉得政府之间的战争的话可能对于民众的话没有什么大影响，民众的话只要管好自己的柴米油盐就好了。那您觉得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中国应该怎么支持巴基斯坦，支持巴基斯坦，支援印度，为什么平衡？我觉得中国应该是提供一些帮助吧，以第三方非常客观的态度去评论他们的一些事物，然后像一个会说话的镜子一样，真的能够希望就是中国能够在他们友好交流中做出一些恰当的正确的交流举措。对于不太了解中国或中国人的巴基斯坦人，你们想对他说些什么？就来中国玩呀。Welcome to China. 有机会反正多来中国看一看，然后把中国的一些先进的东西可以引进一些回去，然后把自己的国家发展好嘛。最终一切我们所有人类所有的最终发展都是为了这个人类整个人类文明的这个向前发展，而不单纯是国家之类这种意识形态之类这种问题，不应该让这些问题就是蒙蔽了我们双眼，就是还是要向未来向前看的嘛。我想说其实
中国跟巴基斯坦其实一直关系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因为两个国家也毗邻嘛，就是相当于是邻居，然后我也希望对中国和中国人不太了解的人会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我也希望以后在生活中或者在朋友里面能跟不同国家的人有更多的接触，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和他们国家的一些情况。Hope you guys found people's answers insightful. Also check out our video on what Chinese people think of India for comparison purposes. We will put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For more authentic insight into the latest news and cultural trends from all over Asia, be sure to subscribe to Asian Boss and follow us on our social media.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tay curious.